你好，外卖。我姓叶，来自湖南长沙。我们这饭店是叫香香小小厨，卖的是湖南菜。我们是从2008年开始的，开始做外卖的。这附近的学校都比较多不？送外卖的话也方便一下学什么。刚开始是没网站嘛，我们是自己订餐咯，自己发传单，那是每天大概是300-400吧。是从2012年加入的那个 APP 嘛，当时是那个饿了网的那个平台嘛，他邀请我们加入嘛，我们就试了一下了，效果特别好，那比原来的好很多，好2-3倍啊，比原来是只有300-400嘛。现在有1000多了，这个变化很大。主要是以外卖为主嘛，店里是一般的是熟客啊，过来试一下湖南的特色菜。好了，好，谢谢。网上订餐。反正一周得6-7次，比较方便嘛。然后，饿了的话随时叫，然后随时吃。也因为年轻人都不愿意在家里自己做饭，订餐的话比较方便嘛。店面选择的话，就是一般还是会选那些卖的比较好的，然后评价比较高的。其实我觉得网上订餐也有它的好处吧，可能要相对来说第一方便，第二可能比真的去餐厅要稍微便宜一点，而且本身现在做这种外卖的这种 app， 他们的优惠力度也比较大，可能对像我们这种比较懒的人啊，或者说真的说在互联网圈工作的人，可能吸引也会比较大。今年年初开始就发现这种订餐软件比较多，然后也比较方便，然后开始陆续的开始中午在这里面订餐，也是周边的那个餐厅比较少，而且是太局限了。质量保证的话，因为现在这个网络订餐的话它没有一定的规范，所以说我就只能是期待比较好吧，毕竟这个东西你看不见它后厨是什么样的。比较担忧白色垃圾，因为看不见他们是怎么做的，然后也不知道里面的食材是从哪儿来的，也不知道是不是卫生的。我觉得这个可能因人而异吧，肯定担忧肯定是有的，才会考虑这个餐食干不干净啊。有一次我是上午11点订的餐，然后下午快到2点了都没有收到。有一次其实那次是本身想吃点好的啊，其实那顿饭点的还挺贵的，我认为完了之后什么牛扒什么乱七八糟的，然后等了好长时间，等了1个半小时吧差不多，然后发现送来的时候牛扒也凉了，然后汤也凉了，啊，当时也很无奈，然后跟商家去沟通，商家其实当时那家店是很不好，反正最后也没换，我就吃了2口就扔了。前一段时间新闻报道嘛，有一个客人，他是从那个美团上订的餐，然后吃出半只老鼠的脑袋，我就感觉听了以后挺恐怖。其实我觉得就是还是那句话，移动互联网改变人的生活嘛，我觉得这种如果能让人很方便的去，如果能吃到安全的东西，至少好的东西，我觉得这个东西对于大家来说都是一个好处。